累积凡尘的凉薄，随着风仿若不留痕而过，借时间一滴笔墨，重写下你我甘苦与共和天地同游。血染土宿命纠缠无解的因果，乱世中未相逢的缘由，并肩踏过了坎坷，重拾了离合，干戈寥落，明月照晨光。我愿执一腔肝胆，铁马战高向云端，只为那一曲无憾，生死举不破不换，人言随心意斗转，山河尽处人不散，穿越狼烟在陛下。我是。您可还记得当年亲见齐王被掳走的当值水闸看守内史官赵武？当年老裴侯追寻齐王无果，唯有赵武幸存，虽严刑审问，可赵武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别人从身后打晕，之后赵武便伤重而亡，这件事变成了悬案。可老奴最近偶然听闻说，这赵武入宫之前就已娶妻生子。接着说。其妻早已病逝，可他的儿子这些年来一直生活在南陵。南陵？是。裴氏，以他的性子必然不会突然无故回来。这好一个忠心耿耿的裴家。陛下息怒，今夜裴侯为给母亲贺寿，正大办寿宴，太子、太子妃和各文武官员都在席上，况且她还是荣国夫人呢，还望陛下从长计议。说的是，毕竟她是荣玉蝶呀。驾。玉蝶骑术如何？咱们比一比剑法如何？谁能射下那只蝴蝶，谁就抱得美人归。臣不敢。紫禁亲如本王之手，有何不敢？臣遵旨。子敬，承让。殿下，裴侯怎么闷闷不乐呀？我跟子敬打了个赌。那不如让玉蝶也试试，看玉蝶能不能赢了殿下。改嫁裴府。是。Thank you.
生生不生活。臣服更衣，去去就回，请太子妃恕罪。夫人请便。你也别在这儿和我们拘着了，去走走，多认识认识人也是好的。是。奴婢一听说陛下来了，便知道事有不妙，紧急派人出去看了看，有一队禁军跟着。别慌，太子还在席上，尚有回旋的余地。要不要？我了解他，他不出手则已，出手便是雷霆手段。咱们若是有动作，才是自寻死路。悄悄通知侯爷知道，引陛下去东楼，就说。啊，好啊。殿下，臣失陪片刻，去去就来。少卿请。请慢用。来，咱们喝。此乃母亲平日独居修行之地，府中就属这处最为清静。陛下，母亲片刻就到。有时间在这儿跟我闲聊，不如好好担心担心你的侯爷。他那么稳重周全的一个人，要发生多大的事情才会突然离席呢？你最好祈祷他长命百岁，如若他死了，的确没有留你的价值，我们之间的账也就好算了。不行，有点淡了啊！再加点盐。好，好嘞。裴炎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陛下体恤。臣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你性情隐忍，这倒像朕。
恭送陛下。裴衍身后的可就是他为之求药的婢女？应该是。哦，来来，大兄，来来来，少君怎么还不回来？哎，大兄，你没发现那丫头也不见了吗？跟他们说我不胜酒力，片刻就回。席间一切莫要怠慢。是。是本王对不起。玉蝶已将一切交给殿下，一句对不起，殿下就可以往事俱毁，前情尽断吗？本王待你之心从未变过，是你不肯。被你娶进王室做侧妃，伏低作小。殿下未免太小看玉蝶了。本王知道，这委屈了你，但本王实在是有太多身不由己。殿下想好了，今日若是一别，玉蝶绝不回头。此乃本王亲手为玉蝶所绘，本王也永远会在心里给你留个位置。那玉蝶便祝殿下前程似锦，得偿所愿。今日若非我机警，配是满门险无葬身之地。陛下到底为何而来？为何而来？为了他那永远都坐不稳的皇位。陛下怕的是南陵裴氏，是对裴氏忠心耿耿的长风卫。我当年为了保住裴氏，保住长风卫，不惜将才六岁的雅儿送入宫中为止，又挑起宗族之间的内斗，这样才一点一点地打消了他的杀意。如今他又要对我们母子下手了。臣服参见陛下。玉蝶，这些年你吃苦了。陛下还记得臣父的生辰，亲来探望。臣父敏感五内，只是陛下当初选择放手，就该这辈子都不记。玉蝶，朕知道你怨朕，可当年朕处处受制于先帝，他不但把朕派到了前线远离靖康，而且朕连选正妃的权利都没有，所以朕才把你托付给了紫禁。朕无奈啊。无奈？
陛下可知这些年玉蝶的无奈，匆匆嫁人的无奈，被迫宣称眼儿是早产的无奈。每当眼儿提及父亲，我都不知该如何回答。你说什么？老侯爷骤然离世，佩氏族人虎视眈眈，逼我们母子交出宗主之位。危难关头，是陛下将眼儿接进宫中，陪皇子们伴读。我每每想到眼儿能在陛下身侧尽心侍奉，我既高兴又难过。可外人一次一次的脏水泼于我们母子，几次三番明前暗箭，陛下可知我们母子是如何过来的？玉蝶不求陛下厚待燕儿，只求让她平安顺遂，像她的父亲一样，做一名傲气凛然的男子汉。子竹，啊，停！赵武一事，再仔细查证，看看这风声究竟是怎么传出来的。是，陛下，那裴府那边叫他们散了吧，朕心中有数。是。回宫。当年他始乱终弃，害得我走投无路，若没子敬，我早死了。我今日只稍作暗示，他便怀疑燕儿是他的骨肉。陛下信了？不管相信与否，以后他对燕儿下手之时，至少会顾忌一二。查清楚他今日究竟为何而来。是。侯爷，我帮你煮点醒酒汤吧。不用了。你是孤儿？嗯，是。那你知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？我不知道。那年发大水，我师父把我从木盆子里救上来，襁褓里面什么都没留。那你会不会总想着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不想啊。想了有什么用？反正又找不到他们，我又不是为了他们而活，我只管过好我自己的就是。是吗？有些人想了十多年都没你想的明白。与其去管这些老石子，不如就过好眼前的日子。眼前的日子。我好像只过过一种日子。在何处？轻信谣言，与同族兄弟虽一气之争，以后怎么做？忍常人所不能忍，事事以裴氏为重，保我裴氏基业。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又可怜又可悲？我不觉得可怜，也不觉得可悲。侯爷，我从小就贪玩，
我就喜欢上山采花，下水抓鱼。我这次来庆康，还去揽月楼吃到了大螃蟹。我估计我这一生就没什么大志向，有机会呢，尝尝美食，看看世间美景，对我来说就已足矣。那侯爷觉得我这样的人可怜又可悲吗？这不就是了，这世上有我这种没什么大志向的人，但是也有心存高远、恪尽职守之人。在我心里，承担责任是一件特别辛苦也需要很大勇气的事情，在这世上并不是人人都有这份勇气，但侯爷你便是这样人。这世上正是因为有像侯爷这样愿意把责任扛在肩上以大局为重的人，那我才可以吊儿郎当的去看热闹，无忧无虑的上市喝酒嘛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，就像这天上的星星各有光芒轨迹，但是谁也不爱着谁发光。那今晚的事可要为我保密啊。侯爷，今天的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星星知。星星知。见过剑顶红。哦，是否是相府董二小姐？是。董二小姐为何在此？听闻侯府花园百花争艳，四季长春，便想来看看，不料竟迷了路，让侯爷见笑了。我送二小姐回去。多谢。那你先去忙吧。是。董二小姐，嗯，少君，今晚怎么了？啊，惭愧惭愧，不胜酒力，多多包涵。少君，魏蒙也告辞了，改日有机会再邀少君一起喝酒。招呼不周。江姑娘若是想好了要什么彩头，过后派人去我府上传个话便是。是，多谢魏指挥使。侯爷，侯爷不好了，别人着火了。我能水来，救火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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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着火！别院守卫森严，还在侯爷眼皮子底下，怎会突然起火？初步查看，起火点在屋内，硬是烤全羊的炭火没有完全熄灭，火星飞溅点燃了纱帐，腾瑞酣睡后来不及逃生，魏人指责我国守护不力，不欲真心和谈。陛下恕罪，臣和同副将整晚都在严密巡查，不敢怠慢，是意外啊。陛下犯意同民，护卫不周，革去军职，打入天牢，听候处置。陛下，臣真的是一时疏忽。陛下，陛下，臣一时疏忽啊。陛下，陛下。裴炎，
你奉旨主事两国和谈，现在腾瑞就死在你的眼皮子底下，你该当何罪啊？臣自知罪不可赦，愿一力承担所有责任。回到裴府闭门思过，没有朕的旨意不得外出。谢殿下。陛下对裴衍毫无惩罚，这是明显的袒护，这样一来他再想入朝为相恐怕就难了。听说董相有意与荣国夫人结亲。哎，殷御史，你怎么也相信民间这些风言风语了？我只是要提醒董相别动结党营私的念头。知我不仅是卫使，还贵为魏国国丈，识相的话赶紧放了我。是魏国国丈还是齐王叔立？你着实谨慎，这么多年更名换姓，变了音容形貌，就连字迹也刻意遮掩，可是却改变不了你的批注习惯。在结尾处加两条横线，不需要我再一一说明了吧？王世权。哎呀，本大人实在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，更不认识你们说的那个什么什么王世权。本大人只知道我是大魏九卿之一腾瑞。你的部下早以为你葬身火海，再好也不会有人来救你。哎哎，你说你叫什么瑞啊？哎，崔公子，江姑娘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一事不明，想请问公子。但说无妨。腾瑞之死真的是意外失火吗？不是什么人干的？从现场的证据来看呢，是不慎失火。那腾瑞死了，和谈会如何发展？魏国对我大梁北境早已虎视眈眈，他们朝廷内部的一些人对于此次和谈也有着不同的意见。如今腾瑞又死在庆康，难免会有人大做文章。会打仗？打与不打皆看两国如何周旋了。那侯爷呢？腾瑞死在了别院，他会不会受牵连？陛下虽然没有追究侯爷的失职之罪，但恐怕以后侯爷很难再一展抱负了。若此事真是因我而起，那我岂不是闯下弥天大祸？崔公子，那个可是魏国的书。对，这里面啊，涵盖了魏国这20年的大事记载，也涉及到了两魏的多年交战，你感兴趣？我师父之前总是叫我多读书，可是我太过顽劣，只喜欢看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书，现在才知道知识有多浅薄，等遇到事了，自己什么忙都帮不上。江姑娘，眼下这些事啊，也不是看了书就能解决的。不过，你感兴趣是好事。喏，还有这几本，这几本啊，都是魏梁两国的简史，还有一些小国的风土人情，希望这些可以一解你的心头困惑。多谢崔公子。我虚长你几岁，
叫我崔大哥就好了。好的，崔大哥，你也叫我小慈就行。嗯。少主，已经用过刑了，他还是不认。这家伙心防极高，关着他，每日只给他一碗稀粥，每每待他将要入睡，便将他唤醒，让他吃不饱睡不好，不出五日，必定开口。魏国来使雷震，率人堵在侯府门口，还大肆叫嚣。兄弟们，滕大人明明就是死在裴衍的阴谋算计之下，包庇凶手，其心可诛。包庇凶手，其心可诛。欺我大魏，罪不可赦。欺我大魏，罪不可赦。欺我大魏。大人，雷震在裴府大闹，说要向裴衍报仇，如今裴衍已经失势，不会再妨碍大人了。陛下那晚为何突然去了裴府，查清楚了吗？还在查，只知陶子竹将所有人都赶了出去，禀奏的内容只有他二人知晓。盯紧陶子竹，看他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。是。你随我去裴府走一趟，若雷震真惹出事，倒是我光明卫办事不利，这一次不妨就送裴衍一人情。欺我大魏，罪不可赦。欺我大魏，罪不可赦。出来啊，胆小鬼，你们干什么？安统领下令吧，我们这就出去将他们赶走。是啊，是啊，下令吧。不可鲁莽，将他们赶走。若是冲动让事态进一步激化，是想害死侯爷吗？欺我大魏，罪不可赦！欺我大魏，罪不可赦！开门，让裴衍出来，为此大人抵命。雷将军，这样做不合适吧？大人德高望重，今日待我们不薄，为他抱不平，有何不妥呀？滕大人意外离世，裴侯的确有保护不力的责任，但将他定义为罪魁祸首，这有点过分吧？是他非要请滕大人住进裴府别院的，可偏偏就这么巧出了事。韦昭。大暴天，就不怕两国再起战事吗？滕大人身亡，两国迟早要开战，不如我先将雷将军杀了，也好向陛下讨赏，说不定将雷将军杀了，贵国大军还能早点打过来，我这个宁臣小人还有机会征战沙场，建功立业呢。你这个疯子。陛下命我来给诸位传句话，滕大人身亡，我大梁必定会全力抓捕凶手，和谈不成，是两国汉室，要战要和，悉听尊便。但若是在庆康夺都逼人，就别怪陛下不客气。魏昭，你给我等着，这笔账我迟早会讨回来的。走。
魏指挥使。潘统领，人我已经送走了，无需担心。多谢魏指挥使仗义之言，为侯府解围。少君爱客套，你也学了不少。魏指挥使，不如进府喝杯茶水再走。也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之前只是以为腾瑞好色，没想到还这么冷酷无情。这诗也写得狗屁不通。你把自己关在房里那么多天，可有好些了吗？还好，多谢关心。侯爷尝尝这个。这尚未炼制，如何吃得？炼制只是多了一道工序，使它显得更为浓甜。这是刚摘下来的，别有一番风味。你试试嘛。真的有点甜。你为何会知道这么多花草？是有人教你吗？没有人教我，我家里人也不许我下山，我无聊又贪嘴，就只能每天琢磨什么东西好吃。那寻常的都被我吃完了，就只能去霍海山上的花花草草，我吃来吃去就都熟悉了。如此贪嘴就不怕中毒啊？我又不傻，我吃之前都会了解每种花草的习性，要是真被毒死了，那可能就是命中祸该由自己解吧。多谢姑娘接遇。婢女的职责就是为侯爷分忧。今日忧心之事，这些花草怕是不够啊。那我还有一个法子。少君这两日还好吗？一切都好，多谢魏指挥使关心。同朝为官，少君的难处魏某多少也能感受一二。卑职定将魏指挥使的好意禀告侯爷。侯爷，抱歉。我去叫醒侯爷。不用了，家人在侧，我们就不要去打扰少君的美梦了。魏指挥使，请。江姑娘的法子真是不错。侯爷就叫我小慈吧，江姑娘长，江姑娘短的，我听着也实在不习惯。哦，小慈，好听，好听。小慈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何事？那刺客是不是魏州？侯爷为何会觉得那刺客是魏指挥使啊？他对你似乎格外不同。我觉得像魏指挥使那样可不如阎罗的人，或许就觉得捉弄我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有意思吧。是吗？那没脸猫虽然戴着面具，但我与他数次交手，如果是魏指挥使的话，我应该可以认得出来。
子明爱书如命，你这么对他的书，小心他事后劳到你。侯爷怎知这是崔大哥的书啊？向子明借书，也是想为我分忧吗？侯府近来多事，我也想尽些绵薄之力。小厮有心了，那以后便在侯府常住吧，方可安全无虞。常住？不想吗？侯爷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真话如何？假话又如何？嗯，这侯府锦衣玉食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的，没人不想在这混吃等死。嗯，听着好听，但似乎又不是小厮的真心话。这侯府就像个金砖玉瓦的大鸟笼，在这儿待着，风吹不着，雨打不着的，总会有人梦寐以求。但我就是只小麻雀，我喜欢在天上飞，也总归要回到天上去。我这侯府看似什么都有，恐怕在你心中还是少了条小河，一些河蟹。看来侯爷是真的很馋我的烤螃蟹。给你。侯爷今后有何打算？想要击倒我，砸碎我的侯府，可没那么容易。执手，享受光阴。